喜大家新年恭喜大发财。咱公安宫伫除夕二九暗有准备一千个金币甲红包，要送予大家过年初二甲初三来庙里吃红圆，啊过平安桥，日时啊来看艺人表演，暗时来听歌手比赛，初四有咧轿车的摸彩，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。最后恭祝大家新春快乐，猴年行大运！